纽约大学简称 NYU， 由18个学院和研究所组成，是全美办学规模最大的私立名校之一。其毕业生综合就业能力排名世界第11位，极受雇主认可。2018年共收到8138份转学申请，2004名学生未录取，转学录取率为24.6%。国际转学生秋季转学申请截止时间为4月1日，春季截止时间为11月1日。想申请转学到 NYU，除了网申，还需要准备如下申请材料：申请费$80，官方高中成绩单及毕业证书，官方的大学成绩单，大学或学院报告，一封来自大学老师的推荐信，语言成绩托福要大于100分，雅思要大于7.5。如果申请者没有完成至少1年的全日制学习，或者没有完成32个学期制的学分，就需要提交标化成绩。申请者还需要注意的是，申请时至少要完成24个学期制的学分，否则将会作为新生申请。具有竞争力的申请者通常要在申请之前至少完成32个学期制的学分，满足这些条件可以申请豁免语言成绩。英语作为母语的申请者，或者在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里就读至少3年。好了，纽约大学的转学介绍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更多的关于美本转学的信息想了解，欢迎扫码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。下期再见。